按摩嘛，你看看这里有花，你看看按摩。我帮这边你看看。哎，这灯光多好！哎，姐夫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我们今天来天龙寺参观。哎，这讲话要反过来讲。对啊，这个好像反着我们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有点困难呢。稍微问一下，这个有点困难。这边有稍微问题的，来，我们吃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不行呢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看那么多人帮忙呢，这么多人帮忙。哎呀，后面不行呢。哎呀，当然就是很美，就是一般都是当地人。我们叫那个铜管，是一种辟邪的。门票这样子啊，刚刚才下的照相的时候撒的。门主不是还有一个是什么菩萨？他们三个这个佛像，中间的出来也看不出来。这个石头对，把石头当做佛像，石头像有点。对，这个这个想法也关系的。嗯，跟他的那个精神对。有这种慧眼。对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
跳栏哦。那跳栏你们要多注意点啊！哎呀哎呀！前面还有是吧？还是正面？没有，我这个。